梁鹤群说话太白目，惨遭梁又男追打。标准篮球比赛篮筐的高度是多少呢？305公分。他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不知道，是我老公常看球赛，有一次我在问，然后他查给我。他讲这一段是说他们夫妻还是有这个。有啊，一直都有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小心你们两个，不要乱讲话，比美中宝还狂。